想在结婚之前趁这个机会再跟你讲多些肉麻的东西。跟你一起的这一年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甜甜你。其实我根本就仲介意，我根本就没放底。未想清楚见什么放得你都话填出来当口当面讲清楚啦。你是未 ready， 我都没再 push。 有些事想跟你讲，一阵九点海滨天桥等。你跟我讲话你跟男人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下觉得那个项目票房网香港六周年成天大叔的爱大结局，今晚九点半。